个人，现在这个各人结婚都喜欢摆很多桌，摆30桌、40桌，甚至摆50桌，把亲朋好友都叫来啊。然后我们青岛的习惯是星期六和星期天结婚，我们这里白天可以休息就。我们可以来跟你相亲。嗯，好，好，我们相约来吧。相约来相亲就这样。关系老年人真的非诚勿扰，有好多是假的，是上去的托儿，对，上去的托儿，对，都培训好了，多秀，对，上去的托儿，都是什么都都哎，人才都很好，然后又都学历很高，某种他就搞一点活呢，老年旅游啦，老年婚恋啦，老年的健康讲座，他不搞一点，好，请上楼。2本杂志，还有3个网站，那2个网站是刚刚组建，我们那个老的网站是青岛新闻网，是青岛最大的一个网站，在青岛是最大的网站。后边这两个是最近刚刚筹办的两个网站，因为在大陆这个传统媒体面临很大的挑战，很大挑战。如果没有网站的话，我们下部的生存就有很大的压力。然后我们这个杂志叫《读报参考》，这是个门摘性的。这个这样的报是分别发行，还是说合在一起发行？分别订阅，分别发行。那分别既不盈亏。以前都是下午出版，因为这个市场竞争压力太大，好多就改成上午出版。我们青岛晚报是全国很少有的，可能有8家还坚持下午出版的晚报。我们出版到2012年，真是坚持不住了，我们又改成早晨出版。为什么这个大陆有这个大陆晚报不会消亡？它早晨出版还叫晚报，所以台那个香港没有晚报，它都是因为它不在下午出版了。美国的晚报也消亡了很多，台湾也有很多晚报，不办台湾晚报就限制1家。对，现在大陆147家晚报，可能有6家是下午出版。那141家都是早晨出版，但是还叫晚报，所以它永远不会消亡，就应该改名字了。我们也早晨出版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它这个不是读者不喜欢，是这个广告商不喜欢。广告，他登了广告4点才送到读者手里面，只有2个小时，天就黑了，他的广告没有作用，他就不再投放广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只有改。
这位于老师就是几乎就是这个没有空闲时间，完全在工作，吃饭也没有时间吃。你看现在还在工作，一点不像焦家的感觉。你们这个三人让我感觉到很和谐，很大家很互相非常这个配合，互相尊重。一辈子记者，就这一个那个长处啊，这个敏锐的观察力和这个精确的记忆，是记者最基本的素质。马上就组织一波传染。这个，我们青岛日报社是刚才给各位讲，这个楼是一解放到了，这楼过去是一个1900年建的一个德国人建的一个饭店。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博士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肯定不能录取你。
北大的博士，你到我这来做记者，说你，我再缺人，我也希望你到更好的地方。你社会学的博士，啊，最后哎，他录取了，他到底是没来，他又找到更好的地方，因为来报社做一个记者，他跟初学记者。无论是报纸、广播和电视，特别是电视，啊，很受欢迎。现在网站也是很热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用传统媒体和这个新兴媒体的融合。没有新兴媒体，我们就很难就是再往下发展。我们青岛新闻网去年的它的广告收入就是7000万，它就超过了青岛日报，超过了青岛晚报。他不如青岛早报，早报是1.2亿人民币的广告收入，这个我们网站是7000万，啊，青岛日报也就5000多万，晚报也是5000多万，所以说，这个我们3.3亿的广告，我们新闻网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，将来的这个发展的前景还会很大，所以在大陆这个新闻。